空屋调查出来竟然是125户，台北市税捐处计出房屋税，增加比例。如果把它用非自住来课税的话，它就变7万多了。所以61万的成屋，它先卖你50万，51万怎么可能？它要出清啊！板桥三字头，921之后的耐震住宅只有230万户，27%。北市的老旧的屋宅呢，都更完了600。 都更就是一平要换一平，这什么逻辑？你一楼一定要换冰室？今晚8点，国民大会。